东靠泊南充港口，矿井轮为比例十级，船长289米，宽45米，总吨为88,930吨，载重174,083吨。 本航次装载了74,930七吨铁矿石运抵南充港。据了解，这是南充港历史上第1000艘次15万吨及以上巨。